许生命不能重来错过的风景，如此耀眼绚烂的青春，我们不就该纵情燃烧吗？我继续保持着天真无邪的样子，坚持我的梦想，就像我小小的身体里有着不可思议的热血。消失的跟我念，是 lawyer， 不是老爷。老爷儿。不对，是发 o 的音。再跟我念一次 ，lawyer。老爷儿。啊，算了，我口语太差，练多遍没用。已经好很多了，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进步最快的了。真的，真的，你再多读两遍就完全标准了。谢谢啊，耽误你这么多时间。没事儿，给你讲解，相当于我自己再多学一遍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一定能行的。我看好你哦。OK，fighting。Fighting。Fighting。Fighting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变得对牛德华这么温柔，换做以前早动手了。说什么呢？我一直都这样的好吗？啊，你该不会是……不会什么？你别像个长生飞扬乱讲话。作业写完了吗？该干嘛干嘛去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你激动什么？我激动了吗？我哪天你哪天看到我激动了？我们继续。啊，好。Lawyer。Lawyer。牛德华，谢谢你昨天帮我忙，这是我送你的笔记本，希望你喜欢。嗨，太客气了，谢谢啊。他昨天帮你什么了？昨天牛德华可 man 了，数学老师让我把辛弃疾搬回教室，我搬不动。牛德华刚好也在，一口气帮我把两摞教材都搬回教室了。觉得应该的，你们女孩子怎么可能拎得动那么重的书吗？我看你胳膊上有好多肌肉呀。啊，我从小在家就干各种农活，别的不敢说，力量还是有的。啊，哇，我可以碰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这也太厉害了吧。慢点啊。我可以碰下肩吗？哎，行，这这，好结实呀！还行。那我可以碰一下背吗？啊，行，好，这儿，啊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不愧是从小锻炼的，好厉害呀！哎，你们在学什么呢？哦，中间在纠正我发音呢，你听点啊。Lawyer。很标准呀，是吧？那我不打扰你们学习了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谢谢你送我礼物啊。
我英文也不错的，如果你想补英语的话也可以找我。好啊，再见再见，谢谢你，拜拜拜拜。哎，这笔怎么断了？质量太差，我就把它废了。哎，张鲁都夸我发音标准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多练习果然有用。你再听着啊，lawyer， 怎么样？很烂。你不是说好很多了吗？我再多读几遍，肯定行的。你读200遍也没有用的，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进步最慢的了。你刚不是还说我进步快吗？我那是安慰你的，教你英语简直等于浪费时间，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吧。哎，干什么呀你啊？这样，待会儿姚松良你们俩你们防守啊，我跟牛头我们俩进攻，还差一个人的位置。哎，苏州，我想苏州啥时候来啊？不知道啊。那怎么办？再商量商量吧，再想一想。等苏州来了，然后让他做前锋吧。啊，我去当中锋吧。啊，传了两个球的时候。哎，总算来了，来了。对不起，刚才夏老师找我有事儿。没事，快把衣服换上。过去吧，我马上过来。行，快去快回啊。帮我帮你拿衣服吧，帮你拿衣服了。小月，帮我拿伞衣服吧。谢了。球赛沉默发挥很一般，感觉心不在焉的。沉默最近一直都这样，可能是学习编导压力太大。嗯，来，这个草莓留给你。嗯，看你对我这么好的份上，我决定告诉你我新月信的内容。什么？怪不好意思的。我希望我们能考上同一所大学。至少在同一个城市。你呢？我的更不好意思说。至于我们其他人，可以说的。告诉我，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。我怕你觉得我太幼稚。想知道，你快告诉我吧。好吧。我写的是，我预测的世界杯前八强名单，我看以后能中几个。什么？世界杯？对啊。你可绝对不能让陈默他们知道，要是我全猜错了，他们肯定笑话我。只要猜错了，丢人就丢大了。我以为你写的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。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有什么好写的？
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了，你可一定要保密啊。知道了。你们死的。其实你这种用中文注音的方法也是不错的，还可以方便记住意思，比如经济 economy 依靠农民，依靠农民 economy 还有海关 custom 还有地主land 劳动啊，还有雄心安必胜。为什么突然心烦意乱看不进书呢？因为喜欢上他了呗。昨天我熬夜看了小说，公主已经喜欢上骑士了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只能看 MP3，一页才7个字，居然已经更新到公主喜欢上骑士了吗？虽然没明说，但我名侦探贝贝已经发现几个征兆，足以证明公主喜欢上骑士了。什么征兆？首先，公主以前梦到过骑士。其次，公主以前觉得骑士特别丑，但最近几次看到骑士，画面自带慢动作朦胧效果，说明情人眼里出西施。而且公主看到骑士和其他女生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乱发脾气，变得很不爽。张扬，好厉害啊！不会吧？难道我喜欢上了他？怀孕 ，pregnant， 出来个男的，出来个男的，不可能。我怎么看得上他？对不对？还有，公主会下意识写骑士的名字，就因为她脑子里边常常想着他。这点我就没有。唉，虚惊一场。我就说嘛，我眼睛又没有瞎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出去冷静一下。啊，我们继续呗。啊，好。钟姐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但我还有一点想不明白，公主为了和骑士在一起，对他们俩的未来做了很多设想，但其实就很幼稚，脑子里只想着玩。男生本来就比女生晚熟，女生呢喜欢做长远的规划，而男生就比较在乎当下，自然不会考虑那么长远的事了。但这并不影响骑士喜欢公主。我写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既然乱了，我该怎么办？钟姐，这只是巧合而已。裴贝贝和赵小雨那俩傻孩子的话怎么能信呢？醒醒，钟姐，坚强起来！我和牛德华绝对不可能。我钟姐对天发誓，要是喜欢上他，就天打五雷轰。怎么会这样？完了！
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打雷下雨了？没带伞吗？嗯，天气预报太不准了，我带伞的时候不下雨，我不带伞准下雨。你带了吗？带了，你拿去用吧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不要。拿着吧，没伞的人至少要在雨里跑得快。你腿短，必须带伞。我刚好要去书店，和你回家顺路，要不我们一起吧？没事，我教室还有一把，我回去拿，你先走吧。啊！哎，陈默，哎，陈默，小瑞，小瑞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学校门口出车祸了，就在书店那儿。真的吗？对呀，围着好多人，连救护车都来了。这么严重？好像还是咱们学校高三的一个女生，刚买完书出来就被撞了。那也太倒霉了，真的太惨了，真的。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嗯，你有看到被撞的人长什么样了吗？好像个子不高，扎着马尾。我刚好要去书店，和你回家顺路，要不我们一起吧？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. 赵小雨接电话，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都往后退一退，都往后退一退，这边也得退啊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，别往前走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让开，谢谢，让开。哎，同学，前面危险，不能靠近。被撞的是我同学，保持一点，同学。小雨，郑小雨，走开，郑小雨，你冷静点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人怎么不接电话？我手机没电了。以后要随时充满电。好，对不起啊。不过你刚才那么急着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我家只有这一把伞了。我妈嘱咐我一定要把伞带回家。反正现在雨也停了。就一把伞，你紧张成这样。至于吗？我妈说，如果把伞弄丢，就要打断我的腿。好吧，但你刚才哭什么呀？还那么紧张地拥抱我。你不会是担心出车祸的人是我吧？不是，我是在担心所有人，大家没事就好。哎，同学，哎，同学，你没事吧？
啊，你没有事吧？没有受伤吧？没有受伤吧？同学，你没事吧？没有受伤吧？你太棒了，你没事吧？没有受伤吧？谢谢谢谢，打扰你了，你辛苦了，打扰了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谢谢同学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谢谢阿姨，谢谢谢谢，你太棒了，没有受伤吧？没有受伤吧？同学，你没事吧？谢谢。给造成麻烦了，没事就好。没事就没事，对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吧？你做咩唔打电话俾我？惊你唔中意啊嘛？咁你以后都唔会打俾我？给你，宋亮哥哥。好，对吧？我来吧。谢谢啊。没关系，你吃完我再给你播。陈光，吃橘子。你笑什么呢？拿着。同学们，学校接下来会有一个为期2周的提高班，安排大家去外地学习。下周六出发，到时候啊，也会有其他学校学习编导的同学一起交流学习。据往届学生反馈呢，进步很大，很有意义。这次培训呢，需要交1500块钱的培训费和住宿费。大家回家过后啊，和家长商量一下。杰哥，可以，可以去度假了。宋亮哥哥，我们一起去玩呗。啊？收东西，收东西，回去跟我妈妈说一下，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活动。陈默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从良小朋友真幸福，放学了还有人接。我就是顺路。这路顺的有点曲折吧？嗯。他马上出来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叔叔，啊，这些电影看懂了吗？这个《花样年华》好难啊，我都没太看懂。你要实在不懂的话，我给你看一遍。苏亮哥哥，你可得帮帮我。那我就我写好给你看吧，行了吧？哎，贝贝。苏亮哥哥，苏亮哥哥，等等我啊。啊，贝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就晚了。不晚，刚好合适。苏亮哥。今天老师讲的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你听懂了吗？懂啊，就是把镜头通过不同的组接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。我没太懂，回头给我讲讲呗。行啊，没问题。爱森斯坦是谁啊？爱森斯坦的弟弟吗？贝贝姐可真逗。哎呀，这都是我们电影课上学的东西，你知道了也没用。我先去上个厕所，你们两个先聊。今天课上帮从良哥剥橘子，剥的手都有点疼，不过从良哥喜欢就好。哎，对了，贝贝姐，你看过《花样年华》吗？两个背叛原配出轨的人的故事有什么好看？可爱心本来就是自私的，很多人都不会幸运的在合适的时间遇上合适的人，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接受先出现的那个人其实是错的，只是先出现了而已。我觉得只要两个人是真心喜欢，就不该被一切束缚。真不要脸。贝贝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能理解贝贝姐和我们艺术生看待事情的观点不同。对了，贝贝姐，从良哥跟你讲过了下周六我们要一起去外地培训的事了吗？下周六我们说好一起去看烟花的。那看来是不可能了。没关系，到时候我会替贝贝姐照顾好从良哥的。你们两个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贝贝姐人真好，我们聊得很投缘。我先走了，从良哥哥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。嗯，好啊。好，拜拜，路上小心啊。你们约定什么？就是约定好了做一个小组作业。你下周六去外地培训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老师才说的，我才知道。那个安薇薇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人家不是才说了跟你聊得很投缘吗？你这么说安薇薇就有点点过分了哈。女生的第六感很准的，她肯定不怀好意。你那个第六感就没准过，上次根据你第六感压的题一道都没考。这准什么呀？姚双远到底站哪边？啊？你是真傻还是给我装傻？自从你开始学这个编导，我们俩就越来越难聊到一起了，快去和安薇薇完成你们的约定吧，再见。哎，我怎么了？好好的，这是。
薇薇。爸，我妈呢？你妈还没回来呢。怎么了？培训班要安排去外地集训。什么时候去啊？下周六出发，去两周。去吧，去了好好学习，别乱跑啊。知道了，但是集训的钱得另交，不包含在之前的学费里。要多少钱？要。这次培训呢，需要交1500块钱的培训费和住宿费。要1800。这么多？来回路费、住宿费，还有教材，不算多了。你小子不会虚报骗钱吧？我都多大了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？是吧？把电话给我，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好啊，你打吧。我可要打了。你问吧，问啊。哎，我找着你们编导老师的电话了，我要准备打了。我要拨电话了，打了，我要摁下去了。算了，不打了，相信你，回去写作业吧。待会儿你妈回来，我帮你找她要就行了。好。思绪在蔓延，青春的心间漂流在水心间，这城市的天际线，看飞机掠过天边，载着谁离开谁身边，学校公园荡秋千，陪你晃了好几年，却没发现钟声倒数着告别，毕业季的表演，紧张弹错了和弦，再浮现全都是纪念。微风停留过的夏天会不会出现，记得种的浪漫情节，阳光渐成随便，树影洒在你侧脸，天真的把这时光称作永远，红叶渐渐偷走时间，等下次再见之前都要忍住想念，合照背面留言我一直没有发现，就这么过了几年，有遗憾也有感谢。
时间等下次再见，之间都有人住相